各位同学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家庭祭坛敬拜舞蹈系列。今天是我们进入到第二集的里面。这首诗歌叫做《欢呼庆贺来赞美》，是用节语宝的方式来跳，那也是志毅老师作曲作词，非常可爱的一首诗歌。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好吗？好，同学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跳舞，你预备好了吗？我们跟着音乐来做。因为这首诗歌是来赞美主的。
所以你看我的手哈，手的动作呢也是男左女右手，女生是右手先，弹子弹子爱我，弹子弹子爱主啊，这六拍哈，所以你的手要做也是六拍，点踏一二三四五六爱我，一二三四五六爱主，这是我们手的动作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同学，现在手脚并用，我们一起跟着你的舞伴，手脚一起来做，男左女右手，点踏点踏爱我，点踏点踏爱主，然后脚点踏点踏拉缩，你的拉缩一定要踩对位置，你们的向心力才会合一，加油！好，现在我们手脚一起来做，好，手脚并用，男左女右脚，预备，起，点踏点踏爱我，点踏点踏爱足，点踏点踏爱我，点踏点踏爱足，手牵手，好，就变成手牵手。手脚并用的基本步，我们要好好的练哦，加油！嗯，同学很棒，现在我们基本步都会了。男生带女生要有一个入门的基本步的旋转，一个内转，一个反转，一个自转，一个内转，这是入门基本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哦，加油！好的，同学，现在我们来示范。这一段是入门的基本步啊，男生要带女生内转啊，外转内转，然后自转再内转回来，这是一段基本步啊，大家仔细的学习啊，男生女生手牵手，来预备一个基本步来，点踏点踏拉收，男生左手高举拉，点踏点踏。拉收要换位置哦，再把女生转回来，左手来内转点踏拉收，男生自转一圈来换手哦，你看男生换手拉收，再内转把女生转回来，点踏点踏拉收，每个动作都要换位置，这样换位置就完成四个旋转动作，你看懂了吗？愿上帝祝福，加油！好，同学，现在我们双人舞基本动作一起做一次，你们要看好哦，一起跟着我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示范一整段哈，从基本步到外转、内转、反转啊，外转、内转、反转，这一整段是我们的内容。所以同学，我们注意从头到尾，我们做一次喽。双人舞蹈，来，预备，起，点踏点踏，四个方向转，二三四拉松，点踏点踏，拉松点踏点踏，拉松都是九十度转的，开始转女生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反转回来，男生自转一圈，每个动作都要换位。然后反转回来，再从基本步开始，再一次，好，好，你看懂了吗？这是我们第一组的入门基本步，你学会了没有？加油！嗯，同学你好棒哦！接下来有一个单人动作，就是勇往直前赞美主，我们一起来做哦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个动作，就是要游泳哈，好像自由式的哈，你右手左脚踢，左手右脚踢，一共做六次啊，六次以后大大赞美主两次，所以游泳前行赞美主六次，完了以后大大赞美主两次，这个动作一共做四次啊，那这个动作很容易啊，那我们要交换位置，第一次
用交换，第二次男生女生交叉交换，把第三次交叉回来，第四次再做一次，一共做四次游泳前行赞美主。那你看懂了吗？那我们做一次示范。好，现在开始，预备起来，游泳前行三四五六，大大赞美主，游泳前行，交换位置哦。六，大大赞美主，在男生二，在前女生在后。五六啊，赞美主，最里头，在原地。三四五六，赞美主，停呀！你会了吗？好，同学，接下来呢，你们都学会了，我们要学比较入门进阶的一些花步动作。那你来看哦，每个动作都要注意旋转的时候，基本步都要踩对，加油！各位同学，我们第三段要做一些花样的变化，所以你前面的基本步要会。我们后面就做一个内转反转，然后双圈转，再一个上架的动作。那请你看我们啊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哦。啊，男生女生手牵手来，预备起，基本步四五六，男生带女生转回来啊，每个动作都要换位置，哎，然后内转。挡住女生的背，让女生能够停住，转两圈啊！一二三四五六，接下来就做一个基本步回来，内转三四，双手上架，二三四五六，再内转，从背后牵手回来，最后点踏点踏，双手牵双手。再一个基本点踏绕踝结束，伸出女生是右脚，男生左脚，一个基本步结束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整首舞就是这样的编排，你看懂了吗？也希望你赶快的学会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用诗歌赞美主。好棒啊，同学，你们都会了吗？现在我们从头到尾再跳一次。同学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跳舞，你预备好了吗？我们跟着音乐来做。
真开心，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。在这个疫情，我们要每天赞美主，靠他有力量。各位同学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疫情不断的在蔓延的当中，但是我们家庭祭坛系列，我们相信必得蒙神的喜悦。在这里面，我们要能够刚强壮胆，为主站立。是的，我愿每一个家庭在这样的困难当中，我们坚持每天赞美主，每天祷告。我相信神的保守都在每个家庭当中，祝福你们每天与主同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频道，要订阅我们这个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给我们按赞哦。赞哦。